所以光他们光落单，哎、欸、啊，肚子饿了，没有，我还有金苹果，我的牛排、欸、金苹果不会消，毕竟是彩蛋东西，所以我还不怕他们。我牛排才吃两口而已，他就把我收走了，我很难过。他们都死一片回去了，我也先退了。嗯，我死回来了。冲击中间要准备有钱钱了，冲击强力可以。结婚咯，你们协议财产均分，财产均分啊！二零你亏，亏亏亏一百块。平常不爱花钱嘛，你今天一下离婚给对方钱，一下跟对方婚前协议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嗯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？啊欸、小雨是最大赢家哎、欸，找抓到人家这样子做哎、欸，二零零，哇。你是不是为了爱头昏眼花啦？没有啊，那母汤啊，强力士无限火焰，不用哇！我用强力士冲击给你换，我强力无限火焰，外加一点冲击给你，哇！哇神选之弓啊！啊！我要再来玩附魔了，我要再去附魔。来来来来来，射死他们，射爆他们！我帮你取一个很帅的名字，脑功，射爆他们！有这个，很稳，可以可以，强力武斗来了。打光了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十秒后没问题，我这里很 OK。我跑到我们第一门，第一门，我们第一门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在我们第一门。我有瞬移，我等一下再顺走。好，哎呦呦呦！第一门，第一门，第一门。洋洋在我们第一门啊！对对对，洋洋在我们第一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等一下，他可能会走天桥走。哇、哦，这里狂炸弹！他丢无敌。等一下、哦，洋洋在你那，洋洋往你那边走。我看到他。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退一下，我收起来。二零，你为什么站在路中间？二零，回头水。哎、欸，无敌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！你可以顺了吧？对对对对，因为瞬移有点雷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无敌用掉，无敌用掉。附魔金苹果我也吃了，所以我 OK， 我 OK。哎、欸，没事啊，我没事就好。我回去继续附魔。洋洋也在中间。对，我看快收到他，他感觉是迷路了。没有，他想打。哎、欸，走开！哎、欸，这怎么没中？洋洋很想打，洋洋很想打。哎、欸，不要附魔了，赶快来支援，赶快来支援！巧克力要死了。哎呀，我有附魔金苹果。谢谢，谢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射死，射死，射死！哎、欸，我在射中间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。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小雨，小雨要走，小雨要走了。小雨，半低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中？臭小雨！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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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我的经验值。金子也会没是不是？哎呦，不要小看陨落之月！我的啊，我的金子还我！杀！哇，可惜！不要跑 ，JQ！ 大家，血不多了。大家，可惜被洋洋给逃掉了。哎呦呦，在他们家收集他们掉落物。不用把你的东西放。其实我刚刚最后想要跳到岩浆，可惜来不及。哦，我懂。对，因为你的弓跟经验瓶我放回去，我就接到这个而已。确实可以啊，你有瞬移技能就可以逃掉啦。嗯，好。嗯，哦，谁打我？发光，杰克，我直接来到他们家了。杰克啊，没盾牌不要跟我打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Sony，小雨。想烧、啊、经验品箱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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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小这个哇这样现在这样盾超强真的哎、欸嗯、你们怎么离婚了哎、欸、你杀人了、啊、不是吗我、啊、是云哎、欸、小雨主动没有小雨按错小雨按错怎样
啊，你很难过是不是？嗯，很开心啊，拿到一点钱。人家给你钱，你还感觉很难过的样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开心。你就那么想要结婚是不是？我很开心，我超开心的。我感觉是流着泪说，我很开心，高兴到流出泪了，喜极而泣。哎呀哎呀，屁股疼。哎呦，快回来了回来了，还在追。哎，哎呦，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。我听到无敌的声音，我听到无敌的声音，红包了啦，一直发一直发哦，发不停呢。这一场怎么回事啊？这大家都在发红包，受不了。哦，出来了，小爷，无限无限耐久攻，又无限，又一把无限耐久攻。等一下，干嘛？哎呦，痛！我吃东西。虽然我只有截肢克星，但我还是可以截肢你的力量狂暴。一把，我中一下。经验瓶，经验瓶，经验瓶。那个箱子里有拿吗？刚有遗物。小雨，有干掉小雨了。捡他东西，捡他东西。有石头给你了，给你石头。你拿石头就好了。这里那好气，耐久截肢小雨，截肢你，截肢你，耐久强力冲截肢克星，哎呦哎，截肢克星感觉对小雨有用，有哈，嗯，没有没有，截肢克星四，效果非常显著，我来了，哇哎，他攻击很强哎，强力是火焰无限，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，嗯，环形你要吗？可以啊。大家都有无限攻了，是是是，还有装备，还有装备，我装备我要给你换一下。社保。好啊，你把烂的给我。啊，他的也都很好，我的超神奇头盔都给你了。好好好好，你带过的。他脚脚，他脚脚没有。你带过的最香。香。香。他的衣服还有尖刺。哇。很适合给我。真的。国王哎，给国王，耐久，投射保护。我们还是没杀到他们的泱泱，他们泱泱在发光，发光的那一个。嗯，好，我想再去炸一次他们书柜。好，感觉他们书柜好像只剩一个，没有，感觉又补了，我再继续玩。国王受伤了，因为我射他们光。光，金子不够。你在哪？不要跑！你深入了吗？对，我在他们家。好，几楼？一楼。好，一楼一楼。国王，泱泱快死了。对，可是我被打出来一点。哎，要再想办法进去。小，我要的伏个魔。因为泱泱他都拿着旗帜，他没有盾牌，所以这样射他很好。你头上哦，我头上没了。有，我看到扔经验瓶的那个粒子效果。嗯，看有没有发光，因为又看不到他们了。我技能满了。发光吗？我买，我买，我买，我买。泱泱，不要跑！发光，发光。哎呦，泱泱泱泱，发光，这里吗？喂，道气。不行不行，顺走。深入敌阵，这样就把圣衣用掉了。发光，我把应该附魔有炸掉一些啦。好，嗯，看要不要有机会可以再打进去。好啊，我去买个拿个剑士。行，哎，你那无限不是吗？我没剑士，一根都没有。我有，反正我有空降剑士。好好好，嗯，还有一组。有火焰保护，怎么都是这种附魔啦？盾牌的不是我的目标，爆炸保护不要啦！看不太出来，他，哦，他一手拿那个，哎，他们那个书柜又都好了。不闪，好，这黑。哇，走错啦，走错啦，走错啦，对不起啊！秀，这里有路，这里有路，嗨。这里，哎呦，炸弹，他炸弹。
你还有炸弹吗？没了。二零，你要来炸了？二零，你在哪？作战啦！好啊，我们要哎，炸弹，炸弹，你小心，你附近打光，爆炸。那几忽然间消失了，瞬移吧？那瞬移，他瞬移到我们家，对，瞬移到我们家，对，我不知道他讲过，他往家里走了，可是我们国王在这里，对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我来去他们家二楼。哎，结束！哎兄弟，吃个东西，可以可以。哎兄，那个无敌也回来了，好，再去赌。等一下换一些炸弹，嗯，炸爆他们。好，还在弄装备，装备还没好。我们书柜是不是少一个？没有啊，还是被炸了。就只有少一颗、欸。我怎么在教你了？充电有钱啊，可以去。好，我要继续用附魔。有人，我在离婚吗？我换个爆手榴弹。等一下，这里11发手雷。小雨往我们家走，打啦！有我截肢克星，截肢你，截肢你！他跳下去，他跳下去，烧死了，烧死了！二零零，我们要他们国王的头！来了来，那就来啊！来，把他们国王的手机提来见我，手机。手机头颅，手机的国王，手机倒是不需要啊。爆炸保护，锋利，该往他们家二楼了。哎呦 ，surprise！ 猪猪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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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装备快弄好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爬楼梯。Okay, 好了，我可以赌博了。墙就是爬楼梯，锋利。哇，爬楼梯，保护有。哎呦，我怎么感觉楼梯爬不上去？我赌博，爬上去了，爬上去了。哇，你的经验瓶掉下来。我把它炸掉掉了。好了，嘿，来到他们家了。头盔，保护。应该发光的应该就是他们光了。好，光，光血不多，光跑到国王宝座了。这是我们的，哎，楼上这是谁？我、他们光血超残，哪里？没有，他们，哦，黄渣，我不信你会活，你居然还真活下来了，洋洋，他在哪里？他举着盾，我无法。他们家一楼，一楼，一楼。换商店的地方，我电梯全炸了，手雷全炸了，哎、欸，环绕哎，哇，还环场啊，居然可以举起来，等一下，这怎么过去？有办法，有没有办法？哦、我们其实全打到我们家里了。我刚守着家里的两个。哦，那你上他们家了，来，我来了，我们至少要提着头。有有射死了射死了射死了，咦嘞！我在捡，看有没有捡到。有，我捡到了，瞬移。啊！中间中间中间，来这边往我们这。哎、欸，杰克杰克杰克，哎、欸，好、啊，没关系，我走得了。他放弃了吧？是。哎、欸，音乐后面，音乐后面，音乐后面，杰克。好，我要放宝石了。没事。好。啊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放宝石了。放喽。有放一个，开声音，哎、欸，捡一下，中间中间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捡一下，快点，不给我捡，有，哎呦，这样子平安多了，走，打到一个宝石的内，宝石升级保险箱，
深海漫游。你就全员赌起来。好，我要去赌。我赌过了，反正也只能赌三次。嗯，今天还没赌。我们在赌，他们在赌。那天天啊，那天先脱下来。要赌是不是？要赌一百五，三十秒。让他们跨龙膜。OK， 好，炸弹应该是行了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哎呦，闪电 Creeper。哇！五个。我在家里面。五个。我死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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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。闪电 Creeper 很多啊。嗯。我把我们家的射死。那个杰克，你还没快没血了，没事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拜托我可是，哎呦，坐坐，又收红包，这个又收红包的，拿了我们多少红包啊？这次红包是不是太多啦？哎，红包包给你们，嗯，人头给我，给我们就好。对，有没有发光？没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潜入到他们家了。可是，小哥你在发光。哦，我正大光明来到他们家了。我一起来了，我一起来了。苏哥先炸掉了，小雨进去了。有看到央往地洞了？他去地洞了吗？嗯，他去地洞。洋洋不要走，洋洋在哪里？洋洋在这里，看到 ID 了，挖起来！洋洋，被他瞬移走了，哇，很会！我看到他了，他在中间。你那里 OK 吗？可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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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得好好的。那解决洋洋。啊，我死了！哇，在哪里？他这一招。